哈喽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吃爱喝爱嘟嘟大岩儿。今天整的有点晚，我哥们儿给我打电话让我出来坐坐。其实吧，我已经吃饱了，没那么饿了，那就坐一会儿吧。坐。他们家有点吵，不好意思啊。本来吧，我和我哥们想点一个那个羊腿来的，后来那羊腿等时间太长了，算了吧，吃串吧。胶皮苹果，谢谢。鸡心。他们家我经常来吃，在那个铁岭街和那个大直街街口，非常棒。就是达子烤羊腿他家，烤的串没谁的，小味儿嘎嘎的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哇，太香了。这个是那个千叶豆腐。哇，太香了，什么神仙都一道。肉皮，这肉皮吧贼好吃，但是得马上吃，它这一凉了以后吧太哏啾了。小伙伴总说我能吃，其实我还行，还可以吧。早在5年前、6年前那样似的，我们几个队友出去吃饭去，就正常的包子应该是这么大的吧，应该是几两，应该差不多这么大。来50个，老板站的话想了半天，就是在寻思是什么。上来的时候这么大一盘，满满登登的。烤蘑菇。蚕蛹。就这个黑色的不能吃，把它吐出来。没有几个东北人不喜欢吃柴勇的。孤独的嘴，望断的谁，人苦还难修，要明月几杯，饮尽十担。有小伙伴问我十担是什么。十担就是那个把鸡蛋壳抠一个小眼儿小洞，然后把鸡蛋倒出来到碗里，然后把那里边添加一点盐，添加点碱，把它打碎了以后，就是搅开了啊，碱只有一丢丢，然后再倒回蛋壳里，然后再一蒸，蒸完了就是实蛋了。然后呢，可以烤啊，可以炒啊，都挺好吃的。我坐着还点，旁边那桌也坐着点。然后我都已经吃了，他们人族还在等羊腿呢，你说这羊腿烦不烦人。有小伙伴问我，他说东北有这么多的酒，他说你怎么光喝那一种啤酒呢，就光看你喝这种，他有的时候有那个红酒啊，或者是小红那个。这个喝酒这个东西吧，就是主要是你看你喜欢这个味儿，也好这一口，这是第一。再一个就是真的哈尔滨人，就是我感觉就是起码得占一大部分喜欢就是这个小绿，还有最主要的原因它挺便宜的。
比较经济实惠，适合我这种人群。他家的毛肚那太霸气了，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毛肚的厚度，大腰吧，这个是那个羊腰吧，哇，太香了。实在是太哇塞了。这个是羊肉，